把今天买的小鱼竿放到箱子里面吧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挑战书？狗剩？老对手，我们也该见见面了，当年之仇也该做个了断了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敢不敢来挑战？啊，狗剩约我来挑战？哼，谁去啊，肯定是骗人的。你个怂蛋，我就知道你不敢。若你敢来，我们就在天空大厦的阳台见面。这个狗剩实在是欺人太甚了。爸爸，这一次狗剩发现我们了，给我下了挑战书。啊，怎么可能，我们都搬家搬那么远了。这个狗剩实在是太可恶了，这一次让我去肯定是个鸿门宴。我有一个办法，爸爸跟我来。爸爸，这边，这里是火神炮，是我和史蒂夫研究出来的。这一次我和狗剩见面，你就带着火神炮躲起来，准备轰炸狗剩。好的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呆呆，好久不见啊，你过得还好吗？狗剩，你当年不是死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回来了？哼，呆呆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，当年如果不是我大哥救了我，我恐怕早就死了。这一次你休想再活下去了。狗剩，想杀我还没有那么容易，今天我看你还怎么敢过来。啊，火神炮不见了，糟糕，我要赶紧去通知呆呆。啊，火神炮怎么会在狗剩你手里面？呆呆，准备受死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竟然被狗剩拿到了火神炮，难道抱抱？呆呆，有本事别躲着，给我出来。